Hello，Sammy。Hello，Celine。我们是阿米亚多米。什么？赶快去！赶快去！看到了吗？好色！大家是不是很羡慕我？而且你问的方式很挑衅。蛮有趣的话题。叫做 Okidori-sama 单人活动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单人活动，因为台湾很喜欢成群结队，台湾超喜欢多人活动，台湾人活动听起来好色。好，那请问一下阿咪，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想要单独行动？他们的单身世代现在已经占了全体的38%。全日本哦，就是全日本的现代时代有这么多嘛，然后已经有快要四成是只有一个人，东京现在有一半都是一个人的时代，再加上又很约人实在太麻烦，约人真的很麻烦。本人约人要很早以前就约，就比如说我们两个要约去吃饭好了，可能要在两个周之前，就是问他说，哎，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要不要去约一下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好啊，那要什么时候？那现在已经五月快要底了嘛，绝对不可能约五月。对，就变成说，其实你在台湾，就是今天阿姨跟吃饭有点无聊，问一下有东区有没有在东区好了，就是很没办法，完全没有办法。对，而且他们又很不喜欢拒绝别人，对，所以就变成说，你要在他可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个前提之下去约他，嗯，对，就太麻烦了，导致后来就懒得约。实际上回家前那个喝一杯，我其实也很不懂哎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是那种想要赶快回家直接。惨死在家，可他家里有人呢、啊。我家里没人，因为我家里的人都在一个人搭小轿，刚他也是 solo。哦，对，因为我那天还仔细有一点，刚刚谈到这个话题，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他是想要有一个人的时间，所以他才打钱包。嗯，可是你们在家里也没有一起做些什么事情？没有，可是我比较会去招惹他。对啊，他们真的很需要一个人的时间，他想要清静，所以他就去打小康出。所以那个我经常去喝一杯其实有点累，因为你回到家之后，就比如说有小孩或者有老婆，然后他可能就是他在酒场可以跟完全不认识的人讲话，或是一个人静静的喝也可以。对，但是他可能回到家就都是现实的一些话题嘛，他可能就不想要、啊、然后还会对还会自己去抱山温暖。是的，他还会有一个休息区，然后里面放满了漫画。哦，对，然后有很舒服的躺椅。对，所以他们去的话就是不是只是为了要泡，他可能就在那边混个一天半天，对，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看漫画，然后睡觉啊，泡一泡再出来。我有一个日本人姐姐，就我自己是做不到，她就是可以不管是在日本或者是在海外，大家都是一个人会去吃有星星的餐厅的人，订了很高级的星星的法国料理，然后去了之后那个侍酒师就会一直帮他配酒什么的嘛，然后那个侍酒师还会一直觉得他很可怜，就是会一直来跟他聊天，他就觉得那个人很烦，因为他就是不想要跟人家讲话，他来一个人去，然后那侍酒师还一直来跟他聊天。我刚有跟你讲，就我也是有一个前辈，他出差，然后是在美国迪士尼，他就走进了一家，他们我也吃过那家，就是有点像酒庄的那种，然后算是普通的意大利餐厅，他就觉得理所当然，他就跟那个威车要了酒单，然后跟他说，哦，那我要这一瓶。他就被言辞的拒绝了，因为他觉得一个人不可以，他以为这个人是不是酒精中毒，他觉得你肯定在一个人吃一碗吃菜，然后想要一个人喝掉一瓶酒，然后就被拒绝了。所以你看，其实这个文化在国外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的发达，你一个人点一瓶酒就会以为你是那个酒精中毒，对，或者说他可能会觉得你可能有什么就是悲伤的，不是，在日本是很平常啊，日本我也可以一个人去点一瓶，我也可以。Level 一阶啊，我全部都 OK。Level 一阶，而且应该说 Level 一阶的这件事情我很正常。可是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？我喜欢跟别人讨论这部电影。哦、oh. ，对，所以我就没有很想要去电影院看。你可以一个人去看，然后再跟我讨论。这样子很时差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不是一个人在家里看，我也是会跟你讨论。哦、oh, ，对了，没有了那个，我不用花那个电影院票。我可以在家里看，或者可以租来看。我有去看安娜·德·金诺乔什么的，就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去看。我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所以我常就是
有空档时间就一个人跑去看。我觉得是留学啦，因为上完课然后下课很饿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走进拉面店自己一个人吃拉面啊，吃拉面点饺子。对。不很正常吗？然后有时候加班，年轻的时候加班到深夜也是会不知道吃什么，就一个人去吃吉野家。对，因为很饿。对，通常就是一直很饿。大埔是不是有点难啊？夜店。夜店可是像比如说 Kim 吗，就我前女友，她要那个男巴，他们是要去狩猎的。对，狩猎当然要一个人去啊。Oh. 对啊，不是正常要一个人去吗？然后 Camp 我觉得其实也还好，因为现在 Solo Camp 那么流行，很多都是因为他 Camp 就是想要去放松嘛，还跟一大堆人在那边外玩也是麻烦。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是因为我本人就算连跟人约我都不会去了。可是你有自己去过迪士尼乐园？迪士尼乐园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本人以前是做迪士尼相关书籍的，而且我迪士尼乐园自己逛超爽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用管别人要干嘛，你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。对啊，不是很开心吗？这就是一个人的精髓，不是？我还去参加过，因为迪士尼乐园你可以去参加一个导览，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导游，对，他会带你逛一些景点啊，然后还好像还付你两个游乐设施的 Fast Pass 吧，我记得五六千块，蛮贵的。我自己参加的时候是因为我。不没体验过嘛，没工作，对对，我想说体验一下，结果我就遇到一个女生，她也是一个人，然后她就很兴奋，她就说啊，你是一个人来哟，什么时候？其实我真的是我常一个人来，什么时候？我就说哦，对啊对啊，一个人比较难做点什么，我就配合她，因为我不想要戳穿她嘛，所以可见真的有这种人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平日一个人逛还蛮开心，而且人又比较少啊，对。但我在看着，我在查的时候就想说，一个人去迪士尼我可以理解，但有一个人哦，我觉得他真强，他在自己生日的时候为就送自己去迪士尼庆生，而且他该不会还订餐厅送自己蛋糕吧？我觉得有可能呢、欸。然后他就说，因为就是与其让一些不知道是谁的人帮他庆生，还不如让是女生吗？庆生的人是女生啊，好香哦。像我是不能看电影嘛，那你们不能的吗？卡拉OK 原本就不会去。我跟你们讲，卡拉OK 真的要一个人唱。可是你有办法就是在台湾一个人去吗？我在台湾有哎、欸啊。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卡拉OK 好难一个人去哦。我其实不算一个人，应该说我拉了我妈。哦。啊，我妈不会唱歌，我纯粹因为我想唱歌。我觉得台湾可能也可以发展一下，就是一个人卡拉OK。他现在有一个 focus， 对对对对。台湾的就是卡拉 OK 是交际用的，不是唱歌用的，所以就变成你在前柜要一个人去就有点困难。对，但是其实我跟我妈自己去，然后在一个大包厢的时候还蛮爽的。你妈有很爽吗？我妈她只要她女儿开心就好。但我觉得有点烦的是，因为前柜的东西很好吃，所以我们那天还点了很多饭菜，但这样就变有冷场时间。哦，对，因为没有人唱歌。对，就是我不能够边唱歌边吃牛肉面，很累。好好笑。但是日本的卡拉 OK 就很好啊，我就点一杯乌龙，然后点一杯 ice coffee， 然后就大唱特唱，然后这边努力追求高分。那时候我的卡拉 OK 程度就好很多，现在就不行。你为什么现在不去了？不然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那边就算它有消毒，因为是密闭的嘛，感觉很多人，而且你那个飞沫对准那边的，我就觉得有一点在意。你就是不能上馆子吗？我不能上馆子，有些那样或者是那种可以啊、哦、对对对，一天到晚都在吃这些。你知道三彩有一家东京饺子，我知道啊，那我就很爽，它是全部都只有饺子的，然后一个人我一天到晚都去欧修，哎，欧修也是，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点两盘饺子，然后吃豆芽菜，很爽。奇多利塔比啦，啊，对立塔比我也可以啊，对立塔比我也可以去法国找朋友啊，或是有一次我是陪我朋友，他去英国，然后他要跟男朋友会合，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先玩一下，然后他跟男朋友会合之后，我就一个人到法国去。葡萄牙出差的时候也很爽啊，就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大逛特逛。对啊，你买超多鞋子。对，我那时候还印象深刻，觉得超不爽的，而且我还进了一个超想要你的鞋子，很好吃的酒馆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在台湾做会怎么样，我好想知道。大家留言一下，但是没有查到，可能会说可以一个人去吃路边摊这样吧。没有，我觉得路边摊他们还是会把男朋友女朋友找来。男朋友女朋友一定会啊，这个应该每个人每一个都做不到吧？行啊。好，有一个很惊吓 ，Solo Wedding。大家应该猜得到吧，就是一个人结婚， wedding， 我嫁给了我自己。对，是不是很惊悚？